原来是我之前察觉到的妖力，你是谁？悲渊海，赤恶阳，大天魔。这种时候，怎么还有大妖在光明野？难道巫兆说的竟然是真的？辟邪王不在王城之中。巫兆，你和他一同打破了光明野的屏障。阵法那些琐碎之物。 是人族的小玩意儿，还入不了我们的眼。不过以人而言，巫兆的确够强。等踏平了辟邪城，我倒是可以考虑把它带回悲渊海，收作部署。来吧，我们打一场。不管你是不是辟邪王，至少是一位王族吧。我早就想见识一下了。 你的妖力有些古怪，弱，比我想象的弱很多。这就是辟邪王族。 原本我听说有个人族想要对付辟邪，就觉得他根本是痴心妄想。可如今看来，辟邪倒也和传说中的不太一样，真是无趣。枉费我还从悲渊海带来了一众仆人，想要在这里见识见识。<笑>每回我说要来光明野。 那群老家伙都劝我谨慎一些，当真有这个必要吗？你带着这么多的魔器入光明野，只是想找点好玩的事？不然呢？我又不像巫兆，和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？ 辟邪的斗志。 倒是令我惊讶。不晓得你的那些长辈有没有告诉过你，有的事情不能随便玩。辟邪，你还想如何？让你的那些喽啰滚出光明野！他们很久都没有出来斗争经验，我可不想管束太多。何况。 这里除了我们，也还有其他武士，你们又何苦苦苦争吵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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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孩子们自己玩吧，我不进辟邪王城了。今天到此为止，百年之后你会长成一个很好的对手，那个时候我们再比过。 高想，更没有兴趣定什么十年百年之约。自从你带领魔族踏入光明野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已经是不死不休。不死不休吗？可以，等死的绝不会是我。你再没有后悔的机会了。
金色的